你还记得这些经典画面吗？我会推广蜂蜜柠檬是因为不舍众生之苦。柯妈妈她说我没学问，我想先请大家看看我的耳朵。我是不好意思讲，她说韩国瑜是天才啊。你以为已经认识所有的候选人了吗？是二乘以二等于四，四乘以四等于十六，十六乘以十六等于一百九十六。政党轮替再轮替，老百姓当他成为牺牲品。什么？他也有选？没错，2022九合一大选，公视新闻网推出特别企划，其实我也有选，邀请全台22县市首长参选人在公视新闻网频道发表独家政见。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醉不罢休。11月1日起，锁定公视新闻网 YouTube 频道独家献映。